睡了。我还是不相信，你竟然真的跟一鸣哥分手了。对啊，你们怎么突然就闹到了这个地步呢？你。不是太要强了？对啊，不行你就退一步嘛，先结婚再创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不是先后的问题，是我跟他最想要的东西不一样。这不能调和吗？调和到今天我累了。你们还有可能复合吗？不可能。想哭就哭吧，哭个痛快。时间哭，还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。幸好我还有工作。如果真的要分，你俩的账得好好算算。什么账啊？他俩一起买的房子怎么办？贷款怎么还？你去找他吧。我没时间。主意挺好的，你们俩还能互相有个照应。你为了省钱住我家可以，但是我要先跟你说清楚啊，我如果有重要约会，你要出去住酒店啊。还有，你不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逼着我什么背单词、写作文、读功课的。还有，不能我一打扮就骂我是妖精，更不能给爸妈打小报告。我不会的。芝芝，你怎么打算的？离。我听说刘洋出事儿了。那女的反咬刘洋一口，刘洋跟他这次是真的断了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有些事情一旦发现了，就不可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事情啊？刘洋是一个很呆板、很闷的男人。不会浪漫，也不会照顾人。可是当我看到他跟魏雅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他会浪漫，也会照顾人，只是看对谁。结婚的这五年，日子过得挺辛苦的，但我都心甘情愿，因为他爱我。
我也爱他，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。其实都是我的自欺欺人，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他没有把我当做爱人，当做妻子。一直以来，他只把我当做一个保姆。但是你到现在还是每天去医院照顾他。虽然我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，但他毕竟是余威的爸爸。芝芝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在婚姻里，善良换不来真心，就算换了真心，也会被生活的压力磨得千疮百孔。行了，你俩不要再说了。你们再这么说下去，我们就都变成怨妇了。你不就是为了一个人渣浪费了五年青春吗？没有关系啊，下一个五年我们开开心心的过，把现在输的全部都赢回来啊。还有你，不就是失恋吗？我这不到半年都失恋两次了，你看我哀怨了吗？颓废了吗？屡败屡战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，把酒都倒上。早上好，好我的。我宣布，我们要把所有的哀怨、烦恼、忧愁全部都留在今天，明天就是新的一天。干杯，干杯。